那我一辈子都在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啊，后面这十几年就更明显。但是结果来来去去，每个作品其实到最后还是在讲同一个类型。那么这次回来拍到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还是加了很多个人的东西进去，尤其是邓超这些东西，对美国，包括一种在异乡的，就是英文叫 fish out of water， 就是那个鱼在不在水里面的鱼，那种永远觉得在一个不是很自在的环境里面。那确实这个是在我从小的经历，包括我上一代父母的经历，我觉得中国人在这几十年都是这样，那么都有漂泊的东西。那么其实我家里几代都是这样，因为我是华侨的第二代，所以这些东西永远都在我电影里面是很明显的，也是很刻意的自己放进去。很多时候当你想不出写什么或者没有激情的时候，永远放回这些东西就会拍得比较有激情。我一向都觉得男性其实是一个弱的一个性别，我一路觉得其实女性是比男性强悍的。那么其实科学有证明，女性比男性也长命啊，是啊。那么其实确实我觉得女性是更能刻苦，因为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比较男权的社会里面，韩国这些都很像，你都看到就是女性都很卑微的好像，但是其实女性是最强的。那这个是我一向相信的东西。那么但是你刚才讲那几部戏，我又是很惭愧，就是说好像重复了再重复，其实如果爱是确实是刻意要重复甜蜜蜜那个关系，但是去到海阔天空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打算。但是编剧写完之后就把爱情那几场戏发给我，他说你觉得够不够这爱情，我说够了。那他说其实他心里想问的就是说你怕不怕重复，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那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因为但是确实就是完全是他决定写每一场戏，从开始到那个灯打那个 love， 到跳湖，到去美国，包括美国那场戏大家在练习那个签证，然后他说我过签了不用练，这些其实都是编剧写的。那么编剧就一路说他对写爱情没把握没信心，那么他就说你看看行不行。那么结果我当然很喜欢，但是写的其实跟我以前拍的戏一模一样。但是我也真的不介意，我觉得在那个角色那个氛围里面确实那个是需要的，所以在这个戏里面就再用了一遍。但是说回去我还是觉得真的我觉得男人其实没有表面我们看电影里面的，尤其是华语电影里面的男人那么强悍。我其实我看你那篇也这么写，因为其实尤其是港片以前一路都是很阳刚的。那我对那些电影其实小时候也有看，也不是没看，不然也不会重拍赤马。是是。但是其实我确实是不太相信那一套，自己个人也不是那种，因为生的个子矮，你就不能很阳刚，所以从小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是也不是女性化，就是比较温柔的一种。我觉得很多这样的男人就是没多少人写。那么我喜欢看的美国片爱情片都是喜欢男人比较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是这样。那么包括延伸到我生活里面，我家里的女人也是很强悍。所以其实就变成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什么人就拍什么电影。那电影很多时候要是真的导演能说了算的话，其实电影应该就是很代表那个导演的想法。